再不出去想点办法，咱们饭都吃不起了。我会想办法的，先吃饭吧。夹什么鸡腿，都多大岁数了，一点忙都帮不上，就知道吃。你今天要来给他吃，你也别吃了。爸，吃饭吧。爸，有什么事情吗？小峰啊，我感受了坚韧，这个拿去看能不能用得上。爸，这是您收藏了40多年的手镯，我不能要。就当我送给你最后的礼物。爸，抖音。